葛氏北斋，对，葛氏北斋。日本没有，日本的明年2024年的话，他们会有。还没干哦，哦，它大概多久会干？明天早上就干了。哦，所以碰到会糊掉。碰到没关系，不要用手搓。哦，因为手有温度跟湿度。哦。它凹下去啊，跟纸张不会摸到。哦。然后这个画面是台湾车站。